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嘉义行程，前往大天府、顺天宫、高雄市顺天宫、顺天宫顶庙参拜，并在埔子、六卡、水乡地区进行车队拜票，引来真侪乡亲热烈的支持。在故乡埔子市区，竟出现延绵一公里的人龙，超过一千人。飞机比出三号 OK 的手势，高化动算。侯友宜表示，参选总统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团结台湾，将用对故乡埔子的爱发挥到全台。这场选战一定爱赢，力量大家为嘉义赢回台湾。他们换这个美国，换给换后用。特殊到巴黎到转台，无分东海，无分颜色，大家共同点，别咱这个国家一当安定，社会一当安定，一当安心。所以今天咧看到外同志们，包括立正时以及特党特派，要谢副主席，要谢台湾，在认真打拼，要。后面一些一些土地啦，含我们做位，咱用这个态度，才有法度团结台湾，咱的国家强，咱的年轻人未来就爱看咱这代团结，咱年轻人才会创造更好的前景，去生活才有稳定。总统候选人，咱的嘉义主地第三号的侯友宜，回来到咱的嘉义关家。今日一透早开始参拜，到规天到即马到完整的竞选总部，完整一路陪同哦，感受到咱总统候选人咱侯友宜有饮水思源的心哦，尤其是拄只到埔子遐，大家共款无分党派哦，拢讲一定要团结起来，栽培咱家己家己的子弟侯友宜。佮有去到六卡，伊甲完整讲，这是我老爸老母吼出世的所在，代表我家，他有一份感恩的心哦，所以这一次出来参选咱即处。咱的总统哦，我感觉吼，咱家己人一定要团结起来，栽培咱家己家己的子弟，予伊做咱全国人民的靠山，这是咱家己人的。侯友宜表示，埔子是家己出生成长的故乡。细汉的时阵，曾经为着要眺望埔子的全貌，冒险爬去高达40公尺埔子自来水塔，至今在新北市府的贵宾室内，还阁挂着自来水的图画。时时提醒家己爱饮水思源，不管到什么所在，拢爱想着故乡的埔子。这次出来参选总统最重要的一个责任，就是要团结台湾。家己将用对埔子的爱，为家己发挥到全台湾、全世界，将此结束所有分化对立和冲突，共同为下一代和国家的未来打拼，实现少年人的梦想，让台湾可以向前行。最新新闻，蔡文东，盖棺彩虹不得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！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。一起加入我们吧！